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特，今天我们继续玩龙珠。今天龙珠就出了一个抽卡的优惠，今次是一种回赠。过去由你第一次玩龙珠直至到今年10月16号之前，逢亲有50石的十年抽，你抽过的话它就会送回一张的抽奖券给你啦。今次的抽奖券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一张券抽一次，或者五张券去抽一次的五年抽的。咁啊，睇翻你过去嘅用咗几多石啦。无论你系啲石系货金翻嚟，或者系打翻嚟、赠送翻嚟、每日储翻嚟，点样都好。总之你有50石嘅十年抽就送一张券俾你。咁所以有好多其他啲好劲嘅重货金手咧，佢哋嗰啲送嘅券系多到吓亲人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睇我哋先，我哋抽一抽今次我哋要抽嘅嘢先。抽奖里面就有17只超级的角色的，第一只就是超级的古洛啦，第二只就是超三吴天格斯啦，跟住就是吸收吴凡的布欧啦，跟住就是体属性的布洛尼，力属性的超一星龙，十倍界王权的孙悟空，技术的黄金菲利，超级格比达，邪念波，速属性的超三悟空，力属性的超三比达，知属性的究极吴凡，技属性的破坏神，体属性的纯粹魔人布欧，力属性的布罗尼，体属性的百分百菲利，同埋最后呢只嘅技属性的思路嘅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准备啦，我哋准备抽卡啦。好啦，去啦。哇，有啲紧张添，究竟抽唔抽到好嘢呢？因为虽然当中里面有啲角色我都有噶啦，但系都好想要埋其他啲角色，人啊仲系贪心噶啦。咁啊，睇睇先，咁啊，冇乜特别嘅表征啊，譬如例如拜拜悟空啦，或者超三悟空嘅。阿卢卡嘅兔爸爸，好，继续。G G， 都系阿卢卡嘅。咁啊，有冇机会可以去啲 S R 卡咧？咦？嗰头讲完，嗰头真系俾张 S R， 咁可唔可以俾张 S S R？ 嗯，阿卢卡，好，继续。哇，呢张我应该都满记啦，太多啦，太多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呢一个嘅五抽咧就冇乜特别嘅啦，我哋继续再五连抽。诶，出彩虹系即系有机会，或者至少一定有 S R 以上嘅，但系有冇 S S R 咧就睇运气啦。睇下先，诶呢只咩噶？呢只我呢只冇嘅，都 OK 喎。太多啦已经，又系兔爸爸，太多兔爸爸啦。哦，呢张应该都满记啦，冇记错嘅话，又系一机械。好啦，好过冇啦，好啦，真系有 S R 啊，都好嘅，好过全部都 R 卡。好，我哋继续再五连抽。诶，好似好多飞果喎。诶，黑色头发，黑色头发通常可能有机会会搏得到拜拜悟空噶喎。会唔会咧？真系咁，即系话咧，一定有一张 SSR 哦，即讲即中。诶，呢张冇喎，呢张真系冇喎 ，OK 喎，有好嘅开始喎，终于有第一张嘅 SSR 啦，太好啦！总算喺嗰30抽嚟讲，都叫做有翻一张 SSR 嘅交代啦。天津版 SR 哦 ，R 就原来呢只哦，都好啊，应该唔系叫都好，系好好有一张 SSR。好啦，画面仲有一张突咗出嚟，我哋试一试单抽咗佢先，一只先。咁啊，一嘢中 SSR 又好，或者唔中都唔紧要。诶，出彩虹、啊，
咦，单抽出彩虹有个好处，就一定有 SR 以上。诶，16号正 SR 依张冇嘅。啊，我觉得咧出彩虹咧对于单抽嚟讲系一种提示。咁因为如果你五年抽啊十年抽咧，通常如果有张 SR 以上系比较嗱好似啊咁样，咁就五只有一只系 SR 以上。咁但系依家究竟系会唔会多一只 SR 俾我呢 o、okay, k 比达。好，继续。最紧要唔好净系得一张 SR 就得噶啦，系啦，依家第二张啦。咁啊，最好俾多张 SSR 我啦。话头先讲完冇几耐，佢又再出嚟啦，爆记啦。不过唔紧要，攞嚟买咗佢啦，换翻啲尖星婆婆点数啦。好啦。有张 SSR 喎。呢张知属性有咯，唔紧要啦，好过冇啦，因为话晒 SSR 佢嘅即系稀有程度，相对于其他卡嚟讲系算系高嘅。虽然已经系拥有咗，但系都系一个好嘅开始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次呢一个五年抽系点先，又系桃花白，哇，好多桃花白喎！哦，好似差啲啲。诶，咦？呢张 R OK 喎，绿色龙有封闭喎，呢张 OK， 难得一张 R 级嘅卡，我觉得 OK 嘅，因为唔系太多 R 卡系值得留或者系有用嘅。好啦，最后五连抽啦，冇啦，冇啦。咁啊，头先啊，净系得一张我冇嘅。咦，左边撒旦先生喎，咁系有机会有 SSR 喎，究竟会唔会最后呢个五年抽有啲吓、啊、有啲安慰奖咧？睇睇先。哦 ，R 五天，继续。好，喂，正呢只。冇嘅，速属性超三悟空，点啊？第二张我冇嘅卡啦。喂，哇哇，等佢好耐啦，力属性嘅布落嚟啊，太好啦！三张冇嘅卡，但系抽晒啦，哇 ，OK 啦，31抽吓，咁、啊、有三张冇嘅 SSR。算系咁啦，我谂已唔系叫算系咁，系好开心，好正 ，yes， 点啊？咁啊，今日嗰条片就暂时到此为止。中意嘅话，下面按个 like， 记得订阅我嘅 channel， 同埋顺便提一提啦，我仲有个 Facebook 嘅。咁啊 ，Facebook 最主要都系放一啲 YouTube 上面冇嘅一啲可能相片啊。咁所以其实我 Facebook 上面都有一啲可能相关龙珠嘅好细小嘅影片啦、啊、可能一啲变身啊一啲 upgrade 啊或者一啲特别嘅嘢啦。咁有兴趣可以上嚟我 Facebook 嗰度睇啦，咁 like 我 fanpage 啦。另外我个 IG 即係我个 Instagram 里面呢就係、是、会、放咗好多啲游戏嘅相关嘅产品啊嘅嘢啦。有兴趣上埋我 IG 嗰度睇下，鍾意嘅可以 follow 埋我添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条片真係暂时到此为止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多谢收睇，拜拜。如果你鍾意呢条影片嘅话，喺下面按个 like 或者订阅我 IP channel 嘅频道。